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请求师父慈悲，帮我看看我的儿子，他是87年的兔子，他现在就是站起来半身以下就是发硬，不会走路。几几年的？87年的兔子。哎，怎么都是一样的毛病啊？这个整个的经络全部不通了。哎呀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他的腿都是发凉的。他说他每天都是烫得不得了，他说。不是啊，他感觉烫，是血液循环不是在腿上啊，是在他腰部啊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求求师父救救他。给他念小房子吧，600张。600张。好吗？放生还放多少？放生放3000条鱼。这个孩子他是上辈子在这个时候，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做过很大的，犯过很大的罪。罪啊。那要忏悔啊。他把人家很重要的粮食，他把人家很重要的粮食全部弄在水里了。所以他这个人会怕水的。是。谢谢大师的关心。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就是说他开船把一船米啊应该去救济人家的，这个船呢、就是晃来晃去，最后翻掉了，米全部翻掉了。所以他这个弄死很多人。弄死了很多人啊。不是，就是人家饿死了嘛。饿死了很多人啊、我知道。明白了吗？。所以他会经常做噩梦，有很多人会来找他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有人做噩梦，他会经常有人来追他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赶快给他念吧。好的。好吗？师傅，再帮我看看我念的小房子质量好不好？可以，蛮好的。那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念的，他手不会写字，然后我帮他签名了，这个又、这个小房子有没有效？你帮他签名的时候。应该是没有效果的。但是你以后帮他签名的时候，你把他的手啊。就拨着一起签。一起签。就有效，有他的气场上去了。那怪不得我前面的都是两个人一起念的。都有效果。都有效果的是吧？到了后来你一个人签的效果就没有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谢谢师父啊。他很聪明，但是他是受的上辈子的报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我劝他要念礼佛。他如果不念礼佛的话，他会很难好的。明白吗？实际上他不但下身不好，他两个手啊，也不活。他的一个右手啊，本身就是也有一点像筋抽住一样的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还有他颈椎也不好。颈椎不好。他颈椎开过刀。师傅，他现在会站起来，他就这个步子开不开，就是那个痉挛抽掉了。你们又要让师傅给他加持。谢谢师傅。感恩师傅。看吧。你们说要不要师父来看一下？感恩师父。先问问他小弟等等啊，你有没有信心啊？台长现在帮你看啊。我有信心。好，你慢慢听台长的话啊，你先不要动啊。好，开始先慢慢的站起来，好吗？叫边上人帮他忙。好，等等啊，不要动。好，来，动一点点啊、一点点。好，再动一点点。好，再动一点点。好，
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，再动一步，好了，好，把一个脚抬起来一点点，看一看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大家看见了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绝对有救，师父帮你接上去啊，接上去，马上叫你走回去的时候就越来越好了，好。好，好，舒服吗？现在下面有没有感觉烫不烫？你给他，现在下面感不感觉热了吧？热了，好不好？看见了吗？抬得高了吧？好，好，放下来，这么好了。好，走两步，原地踏步踏几个？一、二，好，一。二，好，一，二，太好哇，这么高了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慢慢慢慢往后走啊，慢慢往后走，大家看见了吗？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力量，不是我，我刚刚求的观世音菩萨给他慈悲加持的。放心了，已经接上了，明年来的时候可能轮椅都不要了。哦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好了，感恩大慈悲观世音菩萨。好，好了好了，这个是个好孩子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过去的业台长帮你们消起来是最快的，但是新业那是比较难消的，所以永远不要造新业，才能消旧业。